嘉义吴倩萍第一点，我今天有新的陈启南的，然后后面是黄威廉。和平路光华路口，这里有陈启南的新北好生活，光华钓虾场，然后这边有李坤城，他在新一房屋这边。光华街110下，一刻下，有空楼好附近。光华街54巷，这边有大楼，有设计大楼。这里有一张李汪业尔的广告。光华街36巷，国顺京都。这里有王威廉的广告。它离七珍寺很近，还有仙公庙。光华路直走就是。